今年进来的身材特别好，想问，因为有一些粉丝、球迷、观众们其实也很想知道，难道跳啦啦队真的要身材这么好吗？有一些地方可能大家就是遗传基因还是有。好惊人哦！啦啦队的位置，球迷、粉丝们竟然可以直接就来拍照了，会不会太亲民了一点？最香啦啦队，最近距离法相机。Hello， 大家好，我是娜晴。现在呢，我来到一个鸟语花香的地方，这边好多鸟叫。我现在人来到的是彰化体育馆，今天呢是梦想家的主场赛事，那对象的是新北国王。今天如果梦想家拿下胜利的话，就直接拿下十连胜了，所以今天的比赛感觉会非常精彩。能不能拿下十连胜就看今天了，因为梦想家呢是双主场，一个是台中迷你丹，一个就是彰化体育馆。那在2021到2022之间呢，彰化体育馆呢是在整修，所以今年才又重新开始开放。我自己也非常期待到底里面会长这样，今天就来开箱给大家看。那也不止如此，还有最香的啦啦队休息室等大家哦。就可以看到梦想家的商品部，然后左右两边都有各有游戏，所以待会有机会有时间也来玩一下。这不是钱钱吗？我的天哪、啊！哎呦喂，哎呦喂，这个弯腰我好害怕，天哪！有，我来了，我今天来了，想我吧，想我吧。我非常想你。啊、今天大家都是一日店长吗？没有，我们就是会有跟粉丝一起拍照啊，然后还有微博性的活动。哦，各个摊位都有啦啦队女孩的出没啦。刚刚游戏区还没那么多人，但是因为啦啦队出没，所以现在各个摊位都变超多人了。你们看一下，啦啦队会在各个摊位跟大家一起玩游戏。这不是圆圆吗？老师想要听吗？老师好。等一下呢，球赛就要开始了，我也拿到我的专属背心了。哇，现在的游戏人潮还是非常的多。我看到一个没有人排队的游戏，我先来玩一下。这个就是每次都很常玩的翻翻乐，又是记忆力大考验。来，来吧，挑战开始。来扭蛋，扭蛋必须扭。好，各位扭蛋时间。现在这边呢有一黑一白，客场黑球衣跟主场白球衣，准备了200块，看一下我会扭到谁。来，我们去旁边看一下。黑球衣扭到的是10号冰冠号，白球衣扭到的是14号吉尔贝克，也都还不错哎。挑战一下投篮。而且投的是奥迪的蓝，6进4就过关了。好 ，Go！ 过关！有什么小礼物吗？题目是拍手10秒。谢谢。现在来到的是佛摩萨 sexy 的休息室，非常的安静，因为这里是办公室。诶，说拉拉队与办公室人员就是在同一个区域哦。最香画面要来了，但是也非常的有趣，给大家看一下。这里要么就是小在开会，要么就是很像学生在上课，有没有？欢迎我们队长子子。今年的啦啦队的休息室在彰化场比较不一样，很像学校上课，班就开会，很像主委，很像庙里面的主委，庙里面的吗？
那问一下子子，就是今年的啦啦队好像加了很多的新血，对不对啊？对，我们今年已经扩编到24人了，所以今年其实加了非常多的学妹，然后学姐的话只剩下8位。哦，今年想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感受？想要加新的元素？其实球队希望我们 Formasis 给大家的感觉，可能就是有别于以往大家对啦啦队的可能比较刻板印象，就是比较可爱啊，然后活泼。他希望我们是比较帅气、个性跟努力的感觉。当然，一样性感还是不会变啊。今年的服装真的是非常非常养眼，上面开的洞特别的大。那现在很多的女孩有心梦，想要加入啦啦队，怎么样才可以加入梦想家啦啦队？就是透过甄选，然后我们还是会比较在乎就是舞蹈的部分。大家知道篮球场次其实并不多，所以我们都会希望每一周都可以有全新的舞蹈给大家。所以有时候可能是临时球员在可能一两个礼拜前才说下一个主题是什么，然后你们可能希望你们跳什么样的东西。像我们今天这个就是奥迪的主题，他就希望我们编一个跟赛车有关的东西，所以是可能前一两个礼拜才跟我们讲，所以你必须学完再过一个礼拜你就马上就要表演了，这样子。对，所以可能在吸收就是跳舞蹈的状态是要更好，记忆力也要非常好，马上就可以吸收到自己身上。难怪今天的服装有赛车感，很用心哎。上次帮那个编舞是雪精灵，没错，雪精灵的这个其实我当时非常期待赶快上场，但很可惜我没有办法来到就是主场看他们，很可惜。他们的造型真的很漂亮，太惊艳，大受好评。谢谢，希望有机会再多来我们的 CC 编舞啦吧。你要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学妹吗？当然要啊。我们先来介绍学姐好了。现在呢，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学姐。学姐组，我是浅浅。浅浅，我是圆圆，圆圆，我是小鸡，小鸡，可爱的小鸡。学姐组今年觉得学妹怎么样？好，干嘛不讲话？今年的 Formosa CC 更厉害了，性感又极具可爱，连真的性感的都来可爱。Lulumi， 马上上个图片在这。有，我自己看完影片，我也觉得超喜欢，怎么可以这么辣的，然后又可以来可爱一下。看完学姐组，我们要来看一下学妹组。好，走吧。现在要来介绍我们今年的新学妹。学妹组，哇塞，每个都超辣。来，贝儿，贝儿。小贺的小贺，小贺，大家好，我是Roro。大家好，我是叔叔，看书的叔叔。Hello， 大家好，我是赖可。我刚刚以为赖可要说我是魏全龙的，差点是不是？我就知道，还好，没事没事。来，学妹们一起问一下，我们的队长严不严格？谁说的？谁说的？来来来，严格是好事啊。我觉得严格才会造就现在的就是啦啦队们看起来越来越棒。你们有特别挑过身材吗？我们今年就是有去各种不同的，就是除了就是像有就是奈可这种身材是是也是本来在棒球就非常有人气的之外，然后还有比较可爱的，然后这两位呢都是现场舞蹈老师。我想偷偷问一个问题，今年进来的身材特别好，想问，因为有一些粉丝、球迷、观众们其实也很想知道，难道跳啦啦队真的要身材这么好吗？有一些地方可能大家就是遗传基因还是有，所以是有加分的啦。对，但是我还是会帮他们做这几种的控管啦，希望他们就是健康，没有也没有要他们非常瘦，但是就是不要太胖。是健康美，没错，这是非常好的观念。刚好这一届身材。真的很有料，你让后面加入了怎么办呢？这些学妹们，我们的春春，好久不见，我来了，我刚从冰岛回来。真的，跨了一个年，然后瞬间变长发，是不是？我不知道原来冰岛会促使人成长。你说头发的？头发的部分，如果你想长长头发，去冰岛，去冰岛，看到的奇怪我就变长头发。太棒了，好像魔法之光哦，神奇哦，接法了。等一下球赛，加油啦，加油，加油！我们越挫越勇，没错。今天要拿下我梦10连胜，没错，十连胜。今天哦，很不容易。第二天有谁来？今天有小青来。
天哪，我压力突然觉得很大了。你现在知道那个压力有多大了吼？压力超大，超大哦！拜托要赢，拜托拜托！十连胜，小晴来看比赛哦，总监来喽 ，Rakuten 总监，加油！总监，总监，总监！来，我们趁现在来问一下 Like， 我知道魏全龙的女孩们有加入各个篮球啦啦队，你怎么会选择 Formosa Sis 呀？我觉得算是想要给自己一个突破的机会，除了突破之外，也是觉得说哦，跟舞蹈程度比较好的朋友一起，就可以进步比较快。没错，哎，这一点非常重要，就像你在念书或者念语文一样，环境真的可以让你自己变得更好。就我记舞本来真的是超级慢，现在就是有进步一点啊，有被逼了啦，有看到大家都很快就学会，要自己也要赶快跟上这样。怎么多视频的？我们是要跟敌对的讲话吗？要跟他讲话吗？你在这个永远亚军的面前这样啊，生苦生傻眼。我们在这里拿冠军，我们都可以一起泡菜。哦，可以。我个人现在都很心平气和的看待所有的赛事，这样的心态非常好啊。每一次我都觉得差不多啦，我期待了十年。怎么有点心酸的感觉？对，好心酸。我不录了。学妹看起来是比较紧张的，没错，因为他们现在就是要上场前要赶快练舞，然后学姐非常的自在，有没有看见那区的学姐完全就是老神在在。好，我终于又来到了梦想家 OOTD 的地方了，赶快来拍一下。第二排就会是发香区。哇！好惊人哦！啦啦队的位置，球迷粉丝们竟然可以直接就来拍照了，会不会太亲民了一点？哈哈，篮球太香了吧！这点就跟职棒不一样，就是球迷粉丝们不能下到啦啦队去，因为毕竟大家还在工作，所以就没有开放大家合照。终于
旁边啦啦队也非常热血，非常关心球赛哦。还有美人被抄走了，还有平手。每一节都换一批啦啦队来哎！说真的，刚刚有一度在第一节的时候被追到平手，超可怕。但是还好，继续教，现在才准备第二节而已。My God， 出大事了！国王领先，没关系，一分而已，不要紧。现在是29-30，然后国王再进一球，29-33。双双都没有在休息，就是我从刚刚看到现在啊，他都没有坐下来过。加油！啊！哦！啊！啊哈！加油！第二节比赛结束了，现在是48-41领先哦。中场休息时间，所以啦啦队也正在练舞哦。我有注意到刚刚的一个现象，就是我发现你们坐在旁边啊，会有球迷就自己就来坐下来拍照哎。对，他们就是会来找我们拍照。你们在台中场也这样吗？也这样。就是非常的亲民这样子，跟职棒啦啦队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有隔阂的，就是你不能随便下来，你会被工作人员赶走。所以对他们是可以来跟我们拍照的，可是因为我们场次很少，我们也很想要维护跟球迷或粉丝之间的情谊，就是真的只能这样。另外就是也希望他们就是每日的票，然后物超所值，因为我们的赛事时间也大比较短，然后我们也没有像就是职棒篮球的啦啦队要应援这么长，能让他们拍满拍很爽。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用别的方式让他们觉得说，我既然这样看看球赛，然后看啊，都可以有一个物超所值的感觉。有，就是你进来，我还可以拿到合照，对，然后可以吸引更多的球迷进场看球，不管是先看啦啦队，然后再爱上篮球都没关系。我觉得这都是增进票房的一个方式。没错，就是我们啦啦队也是希望说靠我们自己一点点力量，怎么样，就是台湾的篮球就是在被更多人看见。是，我觉得这一点还蛮不错。那有遇过那种就是卡来秋来的那种？有会这样子的，真的假的？我们就会这样。哦，你们会自己闪，会自己一个梦标，对。然后也有那种会一直在旁边一直聊天，就是大家都在等想要拍照，他会一直聊，死不走这样子。就想要把话告诉女神们啦，就只有这一点时间，赶快说完啦。没错，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就是都很互相帮忙，如果看到这种情况，就是等一下可能会被骂，这样就是互相慢慢 cover 这样。是，其实来到这边的球迷也要注意，就是我们当然可以跟每一位女生合照，但是也不要尽量不要去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毕竟他们的工作还是以应援为主。对，壮壮回来了，哇到啊 ！My God， 我刚刚在场上看到壮壮，就是从球赛开始的那一刻都没有坐下来休息。是的，我没有想到，其实身为一个团长。是蛮难当的。我还会跟他说，身为一个团长是没有座位的。那我操，也太辛苦了吧！下半场的球赛也继续开始喽。二楼的啦啦队视角，最浮夸啦啦队。在二楼的第一排视角也是不卖票的，因为在这个视角看过去，也是会有一半的球场是看不到的。各种浅浅表情包哎，做法成功，各位干扰时间，啦啦队。